你出巡歌一个什么话？歌巡歌，哎，无啦，较早我有除了真歌以外啦，我有真侪歌拢是和社会的这个新闻拢共款。哦，过去有七大啦，哦，迄首歌就是讲迄个时阵真侪人为情自杀。啊，不呀，嘛有台湾第一间的咸酥鸡，槟榔西施。啊，去年我阁写一首歌是剥皮酒店迄个有无？剥皮妹，一首歌叫做《白目金金梦》。我这几首歌在那个 KTV 有一首歌，少年鬼真爱听。嗯，我这首歌是真正是歌颂朱大哥，嘿，叫向西老大。我在边有，你是阮音乐界内底老大啊？哦，系啊系啊系啊，你要听看未？听好，听看。电视有尺度，所以听我听刚才你叫我、喔，我是 B B B 啊 ，B B 就是三个字嘛，嘿嘿，还有后边还有七个字，拢是 B 安尼带过。哦，这条歌内底所有的 B B B 的部分，拢是在歌颂朱大哥。拢我。其实真系诶有这样子的歌吼，跟社会新闻出来的歌吼，其实是阮厝边啊，台湾厝边啊，伫咧底下咧嗨。好、哦。系啊系啊。恁厝边？阮厝边诶，阮厝边。嗨嗨，真系。诶，最爱嗨啊！恁厝边诶，啥物啦？啊，阮厝边哦，阮厝边就是迄专门咧写歌词迄个舞勇啊，舞勇老师。哦，一条恁古代迄个写诶啦。你好朋友啊。阿姨咧，阿姨写我，今天我是咧唱明白哦。我本来是安尼，本来是写安尼。嘿，迄个时阵我就因为阮厝边嘛，逐天咧听到咧开讲，我讲武雄老师，这首歌太好啊，这首歌一定爱给我唱。好好，阿姨讲袂使袂使，这首歌吼爱给朱大哥唱。我說啊，朱大哥唱的不差诶，对吧？我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无唱着这首这么好的歌，我无菜啦，嘿啦。你瞄哦！来来来，乖乖，咱两个变大呢，各位，阿姨呢都要变迄落，啊，你搁真正欢乐，搁真正欢乐，搁讲安尼嘞，给你当作柜台安尼客，你慢慢还无量，人这话讲伤紧尔，是讲这首歌太好嘞，好唱，就是好，真好，阿姨感觉就是帮我去唱掉，好，你唱唱唱，今年你阿姐，想一出新专辑啊，你嘛好去表现者，哦，就专辑什么？我新专辑叫做《环岛旅行》，环岛。旅行，旅行，旅行，对对对。今仔日要唱这个北台湾中和有一个真有名的一个土地公庙，叫做航路地之恋啊。来，甲拍火过来者吼。谢谢。心爱的想社会，最近我
嘛心中地，将你的将来交予我无问题。心爱的人着歹势，一切我拢有计划，但有人真正输过。今夜的寒露地，月色真美丽，落地看这心心的表弟。看伊平剧，是啊，我想伊在唱花舞蹈团闹情，安尼伊在只在唱平剧呢。因为这首歌有一点点像是那种京剧的那种感觉啊。对啊，你这个、啊、你这个不是在唱歌呢？不，嗯，哎、欸，先生，你后不是在唱歌，不是唱呀？对，这唱咩歌 ？One Night in 北京呢？唱咩 ？One Night in 北京，你该最好听。One Night in 北京 ，One Night 是英语啊 ，One Night 英语哦。嗯。哦 ，One Night 是北京。星星走上名誉，当众唱家。啊，你刚才唱那个歌，那个小孩子都听得懂吗？这首歌每个人都会唱哎。你好像在骗魔鼻了吧？魔鼻？你在骗魔鼻啊？不上去养钱没？谢谢。谢谢，唱的瓜。One Night in 北京呢？唱哎。One Night in 北京。你该最好听。One Night in 北京 ，One Night 是英语啊。One Night 英语哦。嗯。哦，我那是北京，那不是因为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你还乱叫？对啦，我那就是我那是北京，对啊。哦，算我人伫台湾，那向我目睭北京困醒，啊，我那是北京啊，你好。是啦。对对对。北京一夜的意思啊。一夜多少钱？我一开当家。我们小学生。一哭你就肯哭，我一头。阿妈困就生诶呢，好高哦！嗯，哦，191，高高高声，你是可不可以冲冲呀？别吐槽啦，你这。是不是足辛苦的？风门关天关，爬楼梯。配合语言，这是啊。你今天秘书跟他搞的。
无送无代无去拿迄条来啊！哎呦，你足辛苦个咧！你不是高干？你叫你们？太高干了！哦，你怎么可以让我在我偶像面前破功？我就行诶，啥最行诶啦？你可能考不会死啊！你可能死。信啊！哦，阿信就是这个啦，吼。对。阿信我知啦，就是、日本的机电小局，叫做阿信的。你都好感人啊！你好叫信。信。嘿。哦，信用的信。对。哦，你红哦！啊，你刚才唱那个歌，那个小孩子都听得懂哦。对。哎，这首歌每个人都会唱哎。每个人都会唱。都会唱。哎，你好像在骗魔笔了吧？是魔笔。你都骗魔笔啊！这边呢，哪有一个要钱？我今仔谈的是咱朋友。苏老苏丁进来。晚安，北京。啊，你拄只啊，这拄只伫遐咧，让你翕相的，这你的人，这拄只我看伊伫红墙咧翕相。晚安，北京。我来北京就用讲的，你啊，乌巴桑啊，我想你养唱的，这地边还养唱，我叫你阿公，啊，我叫我又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我好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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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唱。我唔知你食迄地位系骗我，你都在这唱这个唱这种歌吼，我相信大家决定会很喜欢他。对，他的唱法跟别的歌星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吊郎当的啊，呢，他玩自己的啊，自己唱自己快乐啊，很自嗨啊。反正你没听，你不管，反正我也唱我刷呢。对啊，陈家台唱歌了，他就是这个调调，很厉害。这个歌叫《我来自北京》，嘿，我来自北京里面那好像有平记，平记啊，平记，对，别管以后将如何。有凭据啊，不是吗？我想要贡献一点笑话吧。好冷哦。你要那个贡献。我刚是。哎，可以开胃管。我唔知你个病这重呢。我哪有病啦？你还做狗啊？还做皮笑啊？我刚刚不是皮笑，我刚刚是觉得好冷。唔，我用找我做狗，你相信？有当我做滴滴，你嘛想死？我不要紧，我做滴头要紧，对不对？我做滴头，我就搞。赞！你怎么管你们个抢一招？我跟你讲，既然他今天来到这里呢，卖公咱拢无传人，我找了狼穿，好不来给你飙高音呢、啊？找人？对。对，他来踢馆，我们这边嘛，陈呵呵的带你。对，一个很厉害的高手。不难话。其实我有卧底在这边。什么意思？我有一个人可以，还不用我本人出马，可以跟你 PK。你卧底接？对。你派他来跟我比哦？派他就够了，派他就够了。是吗？对。哦，一唱一对，下面尾，这上面死的都要爱，死的都要爱。嗯，对。他有这种歌名，就死的都要爱。这是他的成名曲，很好听哎。你的成名曲、啊？对啊。这应该不是他的成名曲，这应该编曲惯的歌呢。因为我很爱你，然后爱到不管怎么样都很爱你的意思。就算你已经黑起，我嘛就爱你。你有就对我这款我唔知道。不，我是比如啊。哦，比如哈、哦。对。好。可是我们要不要来一个正版的？你来示范一下那个飙高音就那一段就好。男人一个男歌星啊，唱歌唱的方法有办法这样唱，不简单。谢谢，对不对？你在餐厅听他唱歌的时候，哇高拉嘞，哇！你在餐厅听我唱过歌？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好嗨哦！怎么可能？真的，那时候刚好在夹菜，几在龙能拿哨子，你在飙高音的时候，我想说这是谁呀、啊？信怎么唱歌唱这么棒？那个声音很特殊。你在餐厅听过我唱歌？对，我怎么可能放过你？
你刚才这口就喊他来，我告诉你信，你不只会唱歌，人长得帅，你又有品味，懂得欣赏我。杨阿来，啊，我过来。